从天堂摔到了人间。芭芭拉呢，哇、哦，生意好的不得了，有够好。芭比有一个永远的男朋友，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叫什么名字？肯尼，有印象吧？肯尼也是那个肌肉的一个男生的一个可以换衣服的。前几年呢，竟然有新闻，芭比呢上这个新闻哭诉说肯尼跟他分手。各位想哦，娃娃上新闻说还他妈分手，为什么？炒作话题嘛，对不对？新闻播出来，小女生说：“妈妈，芭比好可怜哦，肯尼跟他分手，我们再买两件衣服给他穿好不好？”芭比的生意有稍微拉回来一点点，可是呢，现在啪，还是摔在地上。所以有人说，肯尼为什么会跟芭比分手，就是因为诞生了一个小三。这个小三叫做什么名字？芭芭拉。看芭芭拉现在哇，小女生好爱哦。可芭比呢太贵了，好就。